在网络下载的啊，然后看到那个提示，操作以后就不见了，然后在资料夹里面也找不到呢，下载了，压缩档我都找不到，到底会放在哪里呢？《资治通鉴》繁体竖排版。用我云助理来帮忙，请开启《资治通鉴你想要我做什么呢？》。请开启《资治通鉴》。请开启《资治通鉴》繁体竖排版。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结果。下载以后没有办法安装呢，不，没有办法开启耶。一怕不到，这分册的要做很久，刚刚那个是完整的11 mega 呢，很多呢。11 mega 是内容很多了，无三星的注，600万字左右呢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的320万字左右呢。要注册，你看，那找那个中国电子书。啊，不对不对，中国哲学书，电子化计划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，不必注册就可以免费下载。